数位直喷胶膜 DTF 能为你做什么？五大应用范围报你知。许多公司型号、创作者或是客制化产业常常有少量多样化的印制需求，尤其在织品上的印刷是很多人所关注的议题。一生将介绍数位直喷胶膜 DTF 能为您做什么。第一，衣服。数位直喷胶膜 DTF 印制出来的成品被誉为拥有相片般的精细效果，且不需要挑字的特性可印制许多复杂图案，打破设计上的限制。过去以割字机裁切时，受限于机器无法切割细碎图形，在设计上非常局限，透过数位直喷胶膜 DTF 来印制则轻松克服这些问题。第二，帽子。除了常见的衣服印制之外，帽子的印制需求也很惊人，如各地大大小小的宫庙都有印制宫庙专属帽子的习惯。透过 DTF 数位直喷胶膜，自动将热熔胶粉定位，再透过烫帽转印机即可轻松印制帽子，让客制产品更多元。第三，帆布鞋。说到织品印刷，很难想到鞋子也能印，帆布鞋的布料也是可以轻松透过数位转印胶膜印制的。市面上有许多纯黑或纯白的帆布鞋可购买，在家透过 DTF 转印即可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帆布鞋，轻松又便宜。而进行鞋类的转印，可配合鞋类热转印机来转印，适合客制化产业、鞋业。第四，帆布袋。文青帆布包现在已经是人手一袋，简单方便又有质感，因此成为很多人逛街、上课的好伙伴。而印制帆布袋除了纺织直喷外，数位胶膜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，色彩表现更佳，且操作超简单，耐拉伸、耐水洗，容易脏的白色帆布包也轻松洗净。第五，球类皮革。除了穿戴的单品外， DTF 还可以转印在球类皮革上，配合多种材质都可印制的特性，皮革当然也没问题，适合相关团体组织印制纪念棒球、球队专属棒球等。而配合球类转印，适合搭配球类标志热转印机，特殊弧形设计让转印更成功。看完本篇关于 DTF 的数位直喷转印胶膜，相信您也对这项新技术有更多了解。 DTF 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，掌握最新印刷技术，提供最优质设备，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